乜哥，咩事啊？啊，担凳仔睇烟花咯。哇，4点钟啫喎。系啊，多人睇啊嘛。如果担定凳仔，霸定球位，差唔多噶啦。得，你跟我嚟。阿哥，呢间就系我介绍俾你嘅一号湖畔，2585尺，好唔好？呢个单位。嚟，乜哥，趁依家有少少时间，我同你简单咁介绍下一号湖畔啦。咁样一号湖畔咧，系香港置地同埋顺德集团喺澳门首个连营发展嘅高档住宅项目嚟嘅。一号湖畔系一个多功能嘅投资项目，当中咧佢系包括私人住宅、屋苑、酒店、会所、商场、园林花园等等。我哋一湖呢个项目拥有一间5星级酒店，有7栋嘅私人住宅，同埋一个大型嘅麒麟商场，咁样仲有一个海滨长廊及一个私人会所。我哋楼下咧就系一号广场，咁样你去买个 LV、GUCCI 啊，仲方便过你去街市买棵菜，所以啱晒咁有品味嘅你，同埋你身边嘅佢。我哋依家身处呢个系4座高层4房单位嚟嘅，咁佢有2个套间，2个客房。嚟乜哥，我哋过嚟呢边啦，睇睇间主人房。哇，你睇下呢个景，你先谂下，如果每日起床见到咁靓个景，系咪人都精神啲先？阿哥，介绍下个厅啦。除咗可以打篮球之外，仲有一个多。烟花之位，你谂下，如果一家大细咁样坐喺度，一齐咁样欣赏烟花嗰种感觉几好啊！又温馨。如果大家中意一号湖畔呢个单位，可以随时联络我 Tony 或者阿乜。喂，醒啦！咦，你唔系带我睇烟花嘅咩？你瞓醒未啊？吓、啊？